去皮带虾。今天吃的是纯纯的虾肉。超级超级大的大尼螺，超肥。虾虾大虾，超多的馅儿。
今天的馅儿放的有点多，有点辣。去皮大虾，辣酱大虾，配上腊八蒜。剩的这个酱一定不要扔，拌点菜呀，或者吃点蘸酱菜什么的，放一点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有味道。